十月二十四号，据福布斯的实时数据显示，世界首富易主了。西班牙服装业巨头、服装零售商 Zara 的创始人阿曼西奥·奥特加，以七百九十八亿美元的个人资产，超越了比尔·盖茨，成为全球最为富有的人。不过呢，戏剧性的一幕也随之出现：奥特加首富的位子还没有坐热，由于微软股价大涨，盖茨又重新夺回了首富的宝座。 奥特加的名字并不像比尔·盖茨那样家喻户晓，但他创始的品牌 Zara 却是快速消费时代服装业的领军品牌。随着 Zara 的业绩逐，